哎，电视剧开端中竟然出现了特丽迦奥特曼。开始呢，我以为这张图呢是有人故意 P 的。为了求实呢，我特意开了会员去看了这部电视剧。哎，兄弟们，看到我这么认真的份儿上，能不能点个赞，给个关注呀？能三连啊，其实是最好的。这一部分呢，还确实不是 P 的啊。这个片段呢，是在电视剧开端第九集31分16秒的时候出现的。但是啊，开端这一块呢是2019年的故事，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特雷加奥特曼。201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是泰迦奥特曼，所以这个是泰迦啊，这个呢当然是开玩笑了，这个就是这部电视剧啊穿帮了。不过呢，能从国产电视剧中看到奥特曼的身影，我还是超级开心的。